有什么好失望的？这可是我的生日，我得开心起来。小霸王，生日快乐！想我吗？人都不来，发什么红包？唐鑫，生日快乐！谢谢霍总。生日快乐！我以为你不来了。我当然得回来。可是你不是要参加颁奖典礼吗？怎么？颁奖礼是晚上，我们只能待一个小时，马上就回去。感动不？就一个小时啊？一个小时。你们那派对没我肯定无聊透了吧，我先过去你们聊啊。垃圾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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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寿星拿什么垃圾袋，走了啊。想单独跟你待会儿可以吗？其实你不用特意赶回来，就是一个生日而已。那当然不行，关于你的事情我都会放在首位。哎，去远了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所有我爱的人都身体健康。第二个愿望，祝做一个梦给你票房大卖，这样我就可以早日成为小富婆。第三个愿望，去好了。第三个愿望说出来就不灵验了。但是你许的愿望我都想参与进来，来帮你实现，告诉我吧。看起来应该是关于我的，跟我说说。妈这么看着我，这么长时间也不说话，是不是有什么想要问我的？该出发了啊，一会儿赶不上飞机了。这几天不在，照顾好自己啊，我会尽快回来啊。
知道啦。平安，走了。喂，静静。哥哥，你是不是不行啊你？那个，我在公司呢，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回去再说。哎，哥，你别挂别挂，我有正经事儿问你呢。唐鑫生日，你送他礼物了吗？送。送什么？送红包啊。红包？哥，你可真是个钢铁大直男。怎么了？他不是每次收到别人的红包都挺开心的吗？他会发个红条庆祝一下。你跟别人能一样吗？算了，那我再问你，你俩那天在楼下那么半天，为什么不跟他表白啊？你为什么不跟他拉个小手？你来个幕后杀，再来个壁咚吻什么的？你知不知道唐鑫在等你啊？等我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在等我？这不用说也知道啊，他在等你表白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真的要被你气死了！人家女孩子喂，人家女孩子连个正式表白都没有接到，凭什么跟你在一起啊？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怎么临门一脚了就犯怂了你？唐丁丁，你注意你的措辞啊，挂了。在等我。去把霍总叫过来。知道了。事情呢，我倒是听懂了。不过有一个事情让我很意外，你为什么那么信任我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跟我请教感情问题了呀？啊？我想你可能误会我了。我不是信任你，我就是想找个人陪我聊聊，顺便开发一些我的新的思路和想法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不想聊，回办公室吧。别。我还没开始发挥呢。这个事儿吧，确实是你错。嗯，你说你口口声声的说喜欢小唐鑫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也没有表白确定关系啊，是不是？我要是小唐鑫，我就马上去跟别人谈恋爱，我气死你。这你还真不用担心，下辈子我也看不上。是吧？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听我说。其实我不是不想跟他告白，嗯，只是我以为他还没有准备好。我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内心，我只是不想急着让他给我一个答案，你懂吗？你以为的，哎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能不能别再发扬你那个绅士精神了啊？爱情是自私的，爱情是掠夺的，爱情就是时候到了就是得进攻，这样才能先发制人马到成功。你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，那小唐鑫会觉得你有其他心思的。那现在还好，亡羊补牢为时未晚，还好你碰到了我。其实吧，表白这个事儿它也挺简单的，错过了生日，那也不是不可挽救啊，是不是？你们俩有没有那种什么特殊的纪念日？你想一想，纪念